我是足球评论员王涛，今天我的搭档是苏东苏指导，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解说。今天的比赛看点十足，因为这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，这是本届杯赛的揭幕战，终于迎来了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，球迷们也是非常兴奋啊。在小组赛中，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，才能保持住晋级的希望。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。他会怎么把握这次机会呢？漂亮的扑救，不过球还在场上。王珊珊，他努力的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！这种放铲一般都是防守队员被逼得没有办法而想出的办法了，犯规的话很容易吃牌。裁判用黄牌警告队员啊，手脚都要干净一点啊，控制一下比赛的情绪，希望今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更加注意。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把球还给了娄佳慧，把球送到了禁区。好的，前场拦截了对手的传球，射门被拦截了。能把握住这脚传球吗？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，很轻松的扑救。王霜，中国女足弄丢了球权，来到对方腹地了，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？打门很果断，这个球非常精彩，不管是射门还是扑救，质量都很高。哎呀，可以说是神仙打仗啊！应该说门将还是技高一筹啊，门前的危机，哎，已经被他这样就化解了。对的，球直奔禁区去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还在控球，周围有队友来接应了，这个传球直接把球权拱手让给了对方。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，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威胁球门了，观众也在喊射门啊，好球，这个进球保证了本场比赛绝对不会是0-0了。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，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，机会出来了，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，这一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，把球打进了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，这脚打门直接送到了门将怀里。直接打了，这个球啊，不能怪他射得不好，只能怪这个门将扑得太好了。哎，这个状态的门将是所有前锋的噩梦。直接开到了禁区里，进了。这是一次角球的机会，他们没有浪费，点抢的也非常好，非常漂亮的头球。比分被扳平成了1-1。王霜，双妹子王霜拿球，
好球，这完全预判到了对方的意图。来看看他们的进攻端的发挥，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，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啊。王珊珊，球传出来了，这球板上钉钉了，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。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央，门将还是碰到球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哎呀，结果就送给对手一个球门球。花式玩得很棒，还好队友帮他亡羊补牢了。对手在边路给他留出了很大的空间。漂亮的防守，重新铲回了球权。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，直塞过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王珊珊，球进了，他们再一次取得了领先。来看一下禁区的回放。这脚传球分量给的恰到好处，完美的穿过了对方的防线，送到危险区域。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，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。比分被改写成了2-1。漂亮的 Tiki Taka，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。一次成功的拦截，邓瑞起脚打门了，这是一脚石破天惊的远射啊！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王涛。没错啊，不过我有预感啊，我们在本赛季还有很多次看到类似射门的机会啊。他把全身的精气神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脚弓上啊。没错，这是令人振奋的一脚远射，这名球员的这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自信呐。这球不是世界波也得是宇宙波了啊。前半场比赛告一段落，我们稍后再见。比赛继续进行，中国女足带着领先的优势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。张睿感觉有了，全队都要好好感谢一下门将啊。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，他们没能把球拿稳，反击被对手轻松化解了。王珊珊，这个区域啊就已经能够威胁球门了。门将今天这个状态非常神勇啊，奋力化解了这个颇具威胁的直传。王双，一次漂亮的拦截抢回了球，位置也还不错啊。王珊珊，他又进球了，防守队员还是没有找到防守他的办法。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，成功的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，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飞网窝。双方悬殊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。
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。唐佳丽，姚伟，王霜，他没有让这个球传进去。王珊珊转给了张睿，整点报时啊，比赛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，还剩下30分钟。对手拿到球权，他在边路找到了空间，球直接从横梁上方飞了出去。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，场上球权再次易主，他有很多选择，支援也到位了，比赛瞬息万变，马上就交换了球权。传给了王珊珊，近在咫尺拉，空门拉，球都进了，门将在哪儿呢？对面送上大礼，门户大开，他当然不会客气了。是啊，空门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过呢？就是啊，双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5-1。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开始，打高了，桑塔纳，这个传球真是送了个大礼给对手啊。王霜成功带球挣脱了防守，漂亮，他成功带帽，而且可以拿到一个比赛用球啊。他今天可以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，上演了帽子戏法，对他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啊。帽子戏法可不是每天都能上演的。是啊，目前双方比分6-1。这球出界了，界外球，张睿进球机会来了，对手的射门过不了门将这一关，角球给到了禁区中间，暂时没什么危险，一脚高射炮，他们的替补骑兵现在要登场了。这球过得太精彩了，世界一流的过人动作。哎，还好队友帮他亡羊补牢了。
这脚打门的水平啊，哎呦，有点低啊。难道是门将给的压力太大了吗？有可能。掐灭了对手的攻势，拿回了球权。他带着球啊，是向对方球门一路前进。过人成功了，守门员没有让这球进入自家大门。还要再补时两分钟，他在边路有机会，网双。球迷们在鼓励队员们啊，有机会就起脚，别犹豫。他非常信任球迷啊，这球迷让他射门，他马上就射门啊。可惜没进，要是进了那就完美了。哎，整场比赛结束。